碧薇就是那个徐悲鸿的老婆，这个蒋碧薇是妈吉啊，她是徐悲鸿的老婆哎、欸。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，徐悲鸿也蛮常吃醋。徐悲鸿都画马，结果1500万年前，这个隐私入侵打到哪里呢？打到捷克，那就产生了这个摩达维斯未来空来的。有人讲说它叫做 ET 的宝石。今天晚上11点，敬请锁定东森财经新闻台《梦想街57号》。